你肚子饿吗？肚子饿。你觉得肚子饿是什么感觉吗？为什么刚才夜夜没吃的时候你就肚子不饿呢？看到夜夜吃了你就肚子饿了是吗？要不让夜夜给一点你好吗？好不好？拿个碗出来啊！你不是玩恐龙就饱了吗？那一个早上起来就看到变成这样子了，哎呦，这个沙发昨天晚上刚收拾好。你好烦啊，韦启言。我没有。你有，老是搞得家里面乱乱的。你那乱动什么？好乱的啊。说我了吗？不是说你说谁呀？不是你弄的吗？是不是我弄的吗？就是你弄的。你确定你是肚子饿吗？你是想喝可乐了吧？你看到我这里有一杯可乐，他想喝我的可乐。来，哟，老梁现在养生了啊，起来就点一份这个猪杂粥是吗？嗯，你饱了没有？没有。留一半行了没？嗯，行了，他吃不了那么多的。你吃夜夜的粥，你要说什么？你要说谢谢，说吗？你说谢谢，谢谢，谢谢谁？谢谢爷爷，对了，谢谢老梁。谢谢老梁。来吧，宝贝，你吃粥过来。啊，刚才烫烫，吗？吹一下就不烫了。这小子真的是，刚才你问过他吗？问了。他说不吃。嗯。现在又饿了啊。来，吃粥。不烫的，要不就吹一下先，好不好？练一下先啊，先放在这里练一下先。嗯，老梁现在挺会养生的，早上起床啊，吃一碗猪杂粥、猪肝、粉肠，还有什么瘦肉，猪心、猪腰，什么都有。有吗？没有吧？我没看到啊。应该有。还是全部在你这呢？多少钱一份呢？19、20。我去。恐龙要吃吗？恐龙要吃吗？好怕啦！呀，真的是不可以吃恐龙，天天都是跟恐龙玩，睡着了也是在念叨着恐龙，啊，洗澡也是要跟恐龙一起洗，然后睡觉也是抱着恐龙一起睡。白浅，白浅，我叫你呢。叫都不应了，等一下爸爸不给粥你吃的不？要不要？去，亲亲他。等一下爸爸给可乐你喝。嗯，亲亲他。一口可乐你就被收买了。等一下我不给可乐你喝。值钱吗？小孩子不可以吃呢，喝那么多可乐的啊。你说的也对的。你可以。你不可以。嗯，爸爸不可以骗你是吗？那你要吃粥啊，你吃了粥先呢。不要吃粥。那你是看到有可乐，你是肚子不饿的，你是故意装出来的。喝一口。嗯，喝一口。只能喝一口啊。对牙齿不好的，行了。可以了，多了，多了。多了。来，过来吃粥了。烫了。不烫了，现在。你看，自己吃，快点，自己吃。快点。跟爷爷在这里吃，嗯，真棒，对吧？好吃吗？太好吃了是吧？哎呦，你看呢，一起来就被他烤的这个沙发乱七八糟的，还有这个桌子。好像是7点多了，就跑到我床头那里，起床啦，起床啦！你给我滚！哎呀的，今天早上我都不知道他几点起床的。7点多，差不多8点。我睡醒的时候，我都没看到他了。来，爸爸喂你吃粥，吃了粥去玩啊。去哪里玩？你先吃完先，爸爸再告诉你，要不然等下你又说爸爸骗你。嗯、啊，好好吃粥，长大了才可以摁得到电梯的那个按键。每次去坐电梯都是他跑进去，摁几楼要关门。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嗯，快点吃完，吃完爸爸拍完视频就带你吃完啊。嗯，好吧。嗯。
还有明天爸爸带你回世伯那里玩好吗？嗯。嗯，好久都没见世伯了啊。嗯。是吧？回去看一下世伯。要不然世伯都想你了。世伯喂猪的。世伯现在不喂猪了。啊，世伯身体不舒服，不喂猪了啊。那个你去量喉咙。完了。要去做核酸了，应该是要出去了。你带他出去，你要注意防范嘛。来，吃着，要注意点。来，认真的，吃着点，让妈妈带你去玩啊。爸爸就在家拍视频了啊，好吗？哎呦，吃个粥都不安分，你起来，啊，先吃着，认真吃完粥先啊。好了，我就先喂他吃粥了，等一下翠花带他出去玩，我就可以安心在家里面拍视频了。好了，我们这期视频就先分享到这啊。我们下期再见，你说拜拜。拜拜。飞吻。嗯，真棒。